这小子，过来。啊，拿刀把鸡宰了。啊，师叔，你让我宰他？难不成他宰你啊？快点，鸡得多炖会儿才入味儿。师叔，你给我分配点别的活吧。我实在不敢。鸡都不敢宰。 你们师徒二人整天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、好吃懒做，感情是讹我来做奴才的，我不管。今天年夜饭啊，你们必须得动手。哎，我动不了手啊，那只能由我徒儿代劳了。动不了，那就别吃饭了。师傅，相信自己。 你别动啊！呀！你别过来！ 人啊，可真奇怪，日子一天天过不就好了吗？好端端的非要立什么年啊节啊，好显得自己无聊没趣儿，孤单是不是啊？不过一个人也倒是清静的很。啊，也不知道主人现在身边有人陪吗？ 阿香，开门。嗯。阿香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当然要来了，这大过年的，怎么可能把你一个小姑娘家孤零零放在这儿？快快快！哎，好，伯克告诉你啊，我们为您可是为你心神不宁了一整天，今晚组之后饭都没吃就赶过来看你了。阿香。 我也不知道你老家过年吃些什么，我带来了好多种，这有枣糕，有南瓜饼，还有刚炸的藕盒。啊，对了，那个饺子是师叔给你包的，虽然是生的，我待会儿煮给你吃啊。这么多好吃的，还煮什么饺子啊？你当我是大肚汉啊？对不起啊，师叔，阿香，我就是个野丫头，从来没有人。 对我这么好过，我就是，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。嗯，眼睛里进沙子了。丫头啊，到了清风剑派，就到了自己家了。嗯，以后啊，你就把这儿当家。嗯，这小子以后要是欺负你啊，师叔啊就拿他给你出气。好好好，出气出气。